你四号、五号今天划水，你七号和六号完全不跟别人，你九号跟着八号说，明天你们看着变，好吧？建议大家去把目光投在这个四号身上，但是后面两位，包括五号、六号，完全没有去了解这个四号。四号是张七号，他是太后女巫，先明走一个预言家，女巫双药在手的情况下，他太后女巫他收益在哪？但是我觉得今天要出的话，这张一号牌拍不出身份就出他，拍得出身份出我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游戏开始，天黑请闭眼。